大家好！哎呀，大家好啊！对啊，我在很努力的做这个，重点就是在哦。啊、今天大大声觉得说跟大家讲啊，记得去看啊，看啊，结果啥都没的时候就有点不好意思了。可以看我的 story 啊，啊，去看我的 IG story。那我在，所以你们今天下午有在看我们九八八的直播吗？<laughs> 如果有看的话，有有谢谢；没有看的话，<laughs> 等下去看。今年有太多的。<laughs> 重点单元了，嗯，没错。我们今天还穿这个制服上阵，<laughs> <對> <laughs> 哎呦，错过的朋友，来，我们一一的打招呼点名了，看一下有 Kim Leon 呢，雅蒂、Nicole、Eric、Joan、Tf、Winston、J。 焦威、Vincent、l l e n Vicky、Tray、Heng、w e n c h a n Xiu Ping，我看到这里不了，上面就看不到了。还有晶晶进来了，Hello，晚上，Hello，晚上好。我们今天下午九八八。 就做了一个线上的直播，我们有一些特别的公布，然后当然，呃，也是庆祝二十六岁生日。这个星期六呢，也就是五月八号，就是九八八二十六岁生日了。所以你可以看到我们今天这个直播室的布景都是满满的气球，还有那很可爱的 Q 仔。你们就是去到呃九八八的 Instagram 啊、Facebook 啊还是各地 j 的这个 Instagram、Facebook 都可以看到的。我刚刚就快点。 先就是赶下来在做新闻有点忙、啊，<laughs> 所以刚刚就把这个照片晒了出去。对，冠贤穿这衣服觉直己瘦去了，真的吗？我觉得衣服真的穿天天穿,天天穿有有显瘦诶、欸，是吗？好看。我看到大家今天好像新的这个都蛮瘦的，穿了这衣之后。天天 怪不得刚才 Christina 还跟我说，香春你好像有小个了。是哦，有我发现呢，这衣服确实有显瘦的效果，但是是显身瘦啊，我的脸还是一样圆呢、啊。呃，好吧，那 <laughs> 是戴口罩的后后遗症来了。 九八八新闻线，你好，我是冠贤，你好，我是香君，我们要提前祝九八八生日快乐。Happy birthday！今天二十六岁了，所以今天我们就在下午的时候举办了一场非常盛大的 Facebook Live 庆祝会，对，而且是有。 会把我们是这是最新的成绩单出炉了吗？就很开心，大家。<laughs> 然后我们的这个成绩又是嗯,嗯，还是挺不错的，又是破了这个记录。<对>然后呢，还汇报说这二十六岁的时候，周爸爸会有什么样一系列的单元啊、项目啊、合作的一些方式，各种各样的，还蛮有意思的。因为好像是第一次呢，就是公布我们个别节目个别的成绩单，所以呵呵如果你想重温的话，等一下可以可以去我们的脸书那边重温这个。 直播哈，这时候来关注一下，今天到底有什么新闻看点？新闻出现，EPF 就说呢，如果你要在雪楼体面的生活，啊，单身的话，月薪要两千五百七十令吉才够。 再救出十名猪仔啊！张天志说，就提醒家长啊，就是受害者的家长，就是不要付赎金，是应该要先报警的。卫生部那一边将会成立一个独立小组来调查实习医生坠楼案。沙巴通报疑似儿童急性肝炎，凯里都说会加强监察。 卫生部今天就通报，沙巴一名大马籍男童早前出现了。 急性肝炎症状，而且还接受了肝脏移植。当该部呢，目前是正在调查这个病例是不是属于全球目前在关注着的这个不明原因急性肝炎。那因为全球多个国家陆续出现了多宗儿童感染不明肝炎的症状，包括像我们的邻国新加坡和印尼哦，都出现了这个病例，引起各界关注。卫生部长凯里今天就特地说，我国出现的儿童急性肝炎症状患者是一名。 四岁十一个月的男童，他的症状就包括有黄疸啊、发烧、没有食欲、恶心和呕吐。 症状。那根据报告呢，这名男童的肝功能每况愈下，甚至需要在巴生河流域的一家医院接受肝脏移植手术。那这名男童现在就是啊、呃，他在四月二十一号的时候已经康复出院了。对，卡里卡今天就说到啊，初步调查发现，这一个感染的男童呢，他除了是曾经感染过肝病之外，他是没有其他的病史，毕竟四岁多而已啊。那卫生部目前呢，已经加强所有的卫生诊所还有这个医院的急性肝炎。 监察工作，如果是发现了一个月到十八岁以下，就是这段期间的这个岁数的儿童或是青少年，他们出现这个急性肝炎的症状，包括刚刚有讲的这个黄疸症，没有食欲、恶心、呕吐、疲倦或是尿液呈现深色的话呢，就必须要马上转诊去到医院，以便采取进一步的行动。那如果家长或是监护人发现孩子也出现以上的症状的话，一定要马上带他们去到附近的医疗设施那边去。 就医。那说到这种不明原因的急性儿童肝炎病例，是最早在今年四月初的时候在英国那边发现，之后就迅速陆陆续续在其他国家呢都出现了这样子的一个病例，但是原因一直不知道。凯里就说到，截至四月二十一号啊，世界卫生组织他们通报的是有一百六十九宗儿童急性肝炎病例，涉及十二个国家，患者的年龄介于一个月到十六岁，这些患者当中有百分之十的他们是需要移植肝脏。 的那这种不明原因的急性儿童肝炎病，现在造成了呃在印尼那边呢啊全就是有呃这个四宗死亡病例，全球其中这三宗是印尼的。那印尼现在也陆续的出现了好多宗的疑似病例。印尼的卫生部发言人说，卫生部还在通过一系列的测试来确定十六岁以下儿童最新感染这个不明原因肝炎的原因。无论如何，印尼的儿科医生就驳斥民众的猜测，强调目前没。 有证据表明急性肝炎是有关病疫苗所引起的，就不要乱猜测。那我们的另外一个邻国新加坡呢，日前也是通报一宗儿童急性肝炎的病例，患者是十个月大的男婴儿。新加坡的小儿传染病医生曾思敏告诉联合早报，就说到，由于这个不明肝炎的病原体还没有一个原因，不知道是怎么来的，对病毒的传播途径啊、传染力啊，到现在还是不清楚。所以在更多数据出现之前。 他建议儿童在户外一定要戴上口罩，还有就是注意个人的卫生，尤其是手部的卫生。可能爸爸妈妈要帮他们多消毒、洗手，避免感染类似的病。 其实不管是关闭也好，或者是这个急性的这个肝炎都好，任何的传染病只要注意好卫生，就可以就是把这样子的感染率减到最低的了。嗯、那接着我们来关注另外一项同样是举国关注的事件：，槟城中央医院一名25岁的实习医生日前坠楼身亡。在这个事件发生之后呢，有关医疗体系霸凌的讨论就引起热议。卫生部长凯里他就说，卫生部成立了一个独立小组来调查这起事故，同时呢也会去调查这一名实习医生被。 霸凌的这个指控，就是有人说他是被霸凌，而呢他自己就是凯里自己他已经是接获了槟城中央医院的院长初步的一个调查报告。另外方面也看到，滨州东北县副警区主任沙拉·瓦南他就说，警方现在呢还在等待这个死者的解剖报告，并会在这一个星期里面就会传召死者的家属录取口供。他告诉《新海峡时报》，这宗案件现在依然是被列为猝死案来处理，而这个死因呢，他们还在调查当中，值得关注。 说的是呢，这是近两年内槟城中央医院发生的第二宗实习实习医生突然死亡的案件哦。合约医生罢工组织 Harta Doctor Contract 的发言人就莫哈末亚基娜，他有说，一项涉及一百五十名实习医生的非正式调查发现，政府医院实习医生被霸凌事件是屡见不鲜，百分之六十的实习医生因为被霸凌，他们感到非常沮丧。他也说，这项意见收集当中就可以发现，很多年轻的实习医生。 承认他们因为正是医生，又或者是院方行政处的一些恶毒。 态度包括说，在病人面前毫无理由的指责他们、责骂他们，而面对了情绪压力的问题。莫阿莫亚先不排除这种情况导致实习医生有一些失控的行为，比如说可能会伤害自己。他在接受马来西亚前锋报的访问时就说，合约医生罢工组织他们是有接到许多医药界的新人去投诉，因为各种各样的这个原因导致他们非常高压，而且在槟城医院呢，他们说到这样子类似的问题是更。 多，而他也说，根据报道，目前在政府医院服务的实习医生估计是有一万到一万二千人左右。那当中有一些实习医生，他们每一个星期工作超过八十个小时，或是更长的时间。他们认为这些东西都是必须要呃卫生部啊相关的单位去好好关注的。嗯、是那接着关注过了这个呃实习医生坠楼的相关的消息之后呢，其实在国内我们现在还在面对着的就是冠病疫情的这个传播嘛，而且大家都遇。 测可能开斋节之后啊，会有病例上升的情况。可是呢，有一些人就觉得，哎，这几天这个病例好像有点反常态哈。而这个卫生部长凯里呢，他就有说，有一些人在做自我检测之后呢。 竟然确诊了，冠病也没有上载这个检测结果，因为他们是担心自己就会被勒令居家隔离啊，所以凯里就揭露这样一个事情。他说，卫生部其实已经更改规定了，只要确诊第四天的这个检测结果呈阴性，就可以解除隔离。所以，促请这些确诊人士不要自私。凯里是在 The Star 的专栏上就说到，如果要在这个疫情进入地方性流行病过渡期取得成功的话，每一个人都必须要。 扮演好各自的角色，要呃，就是确实的去汇报自己的健康状况了。<是>而且他说，这是为了社区啊，请大家不要自私。真的，这个疫情我们要控制下来呢，是必须要每个人好好去合作的。而凯利也说呢，政府在应对奥密克戎变种病毒这段期间，会继续去运用流行病过渡阶段使用的四大策略，也就是拯救生命、降低疾病的严重性。 保护医疗体系，还有就是协调恢复生计。他说，虽然 Omicron 传染率是比起都要大更高，但是致命性还有严重性都是比较低的。为此呢，政府就决定说要放宽防疫措施，我们才会到现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那无论如何，凯里有提醒，虽然我国的疫苗覆盖率高，但是特定人士啊、小朋友啊，还有那个共病患者，他们还是属于高风险群体的。所以就建议这些群体呢，要继续戴口罩。那确实，我们。 不能够继续就是对这个官兵疫情掉以轻心的，我们要保持警惕的，因为呢，国内的单日确诊病例又有一些上升趋势。昨天新增了一千二百七十八宗的确诊病例。资深儿科顾问医生阿马辛也呼吁大家。 不要轻视官兵啊，还有官兵带来的 long covid 就是长官病。他说，虽然我国卫生部在今年二月发布的文告就说到，百分之十到十五的确诊患者，他们康复之后呢是有 long covid 的，但是国际的数据那边是严重很多，就是马来西亚的情况确实没有那么严重啊。看到一个今年四月啊、呃，一个结合了五十项国际研究的数据就表明，长期官病症状的发病率百分之四十三。那对于因为染疫而 需要入院治疗的群体来说，这个长期官病症候群的发病率更高达百分之五十四。 还有对于那些不需要住院治疗的染疫群体，他们发病率是百分之三十四的，都很高。那这个报告也是有提到说，亚洲啊是长期冠病就是 long covid 发病率最高的地区，我们是不能够掉以轻心的。完全。那阿马辛他也提醒啊，即使是过渡到地方流行病的阶段，大家依然是要很谨慎的去防疫，包括要戴上口罩，保持室内通风，要适时的做筛检，还有就是一定要接种疫苗以及加强剂。所以。 刚才有讲到嘛，儿童就是其中一个这个官病感染病的高风险群体，所以保护他们，让他们接种疫苗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嗯，但是截至昨天啊，看到我国只有百分之二十四点八五到十一岁的小朋友，在国家儿童关病免疫计划之下完成疫苗接种。 但是这项免费计划会在五月十五号截止，所以算一算，大概还有十天十天的时间而已。卫<天>生部呼吁家长尽快在截止日期之前带五岁到十一岁符合资格的朋友去接种官兵疫苗，不要再拖延了。是九天，不是十天。<laughs> 现在不，时间在倒数当中。今天已经差不多过完了，<laughs> 要从明天开始算起。对，所以请大家抓紧时间。那现在凯里就说：“哎、欸，有人确诊了没通报？”你。 有没有发现这种情况呢？如果有的话，就选择哇、wow,；如果没有的话，选择哈哈。我们很好奇你现在有没有发现凯里所说的这种状况？刚才我们提出这一个问题的时候，我隔壁那一位诚信主播第一个就讲有。<laughs> <laughs> 好了，那我欢迎你去到九八八的脸书那边投选。等一下回来，我们来说卖猪仔又有人被救了。好嘞。但在说这个卖猪仔的课题之前呢？ 我们有一个特别有趣的。 调查，我们先来问一问，就是开心的忘记。我们来问一问啊，你现在是在哪里？对，你要你在哪里？包厢啊，城，你在哪一座城市？然后你是单身吗？还是结已婚了？有没有孩子呢？然后我们跟你说，你要多少钱才能够体面的生活？体面的生活，就打个比方，OK 啊？生活好了，我是我是香君，我现在在阿拉斯加啊，我现在是呃结婚了，没有小朋友，嗯嗯。 那、啊、你应该是要阿罗萨，你哈哈，哈你要三千六百四零零有没有哦的月薪？哦，家庭的收入吗？对吗？对呀、啊，因为你结婚了，啊、你没有孩子嘛，就是你家庭收入要有三千六百四十，嗯、就是你跟你另一半加起来要三六四零，<laughs> 在阿罗萨的话，哇，真 OK 對。对，有没有有没有朋友快点？现在我们帮你看一看，积极一下，包一下，你现在在哪里？嗯，你是哪个地方？然后你是单身或已结已结婚？然后有孩子吗？ 今天好多人投票，看一下还有谁有没有人留言一下？我们这边有一点点 delay 啊，<哇>所以可能会。随龙、嗯，你是在哪？呃，这么你们哦，在讲别的事情吗？嗯 b e t i n g 在荷兰啊。嗨，没关系，在荷兰那边跟我们不管我们私聊，嗯、<laughs> 因为我没有办法找到这个数据，说你需要多少钱的这个月薪才可以体面的生活。但是你在荷兰、啊、荷兰工作应该也不错了，哈。 而 n 妮在冰城，然后单身。冰城的话，你是单身人士的话，哦，你的要体面过活的话，你的月薪要一千七百九十令吉，最低啦哈。啊，最低，是这是当局的一个整理数据来的。等下我们就会跟你讲更多详情。呃，这个在古今有一个小孩，对吗？我看到估晋，哎，跳好快。古今一个小孩的话是。 四千九百二十零吉。我看、okay, 看一下，呃，巴珠八霞两个小孩，八珠八霞算是在哪里一个地方？当然就是算佐合啦，我们算佐合马六啊。佐合马来看一下几个小孩。两呃两个，两个小孩六千零二十零吉、嗯。家庭收入啊？家庭收入就是你两夫妻要加起来。OK，Lock and p o u l po, l o c k and p o u l 他有三个小孩在马六甲、嗯。三个小孩在马六甲，这个是哇。 这个没有三个，但是如果两个小孩都要五千七百五十令吉，你再往上加一加了哈。嗯，自己再加。William Lu Binan g 一鞠公一个人一七九零该讲了。哦，一七九零。一七九零也讲了。然后柔佛的话，单身的话一七四零。哎，像 Binan g 有两个小朋友的。Binan g 两个小朋友啊，六二七零。哎呦，有小孩好贵。哎呦 b i n n 好贵哦，六七零，很夸张哎。K L 两个小孩有讲了吗？K L 没有，K L 两个小孩六八一零。 比槟榔还要多一个，差不多了那其实比槟榔我们突然间很落克了。对，Kim l e n 说，在吉隆坡小孩已经长大，你就啊，那很幸福。OK，应该还好了。把这两个小孩，我们就当成是最后两个小孩了。六零二零喽，哈，哦，再来讲了。怡宝单身，怡宝的话，哎，我们还有十秒罢了，不好意思。新山单身，看一下新山单身。新山讲了，怡宝的话，一六三零单身，单身一七四零。好，我们要继续讲了啊，来新闻先啊。 九八八新闻线，你好，我是冠贤。你好，我是湘君。刚才我们就在那个直播的时候，跟人家在汇报说，帮你身家到底是有没有结婚啊，单身啊，住在哪一个城市？然后我们就会跟你讲，你到底需要呃赚多少钱才可以体面的生活。<对>其实说到这个赚钱呢、啊，很多人就是为了想要体面生活也好啊，嗯、就是。 就想尽办法都要赚钱，可能就会想到去国外赚钱了。是，结果呢，就有埋下人呢、啊，不是被卖猪仔啊，到了缅甸呢、啊，到了柬埔寨吗？陆续现在有受害者被救出来了。看到马华公共服务及投诉部主任张天赐就说，在接到拐带到海外超过四十宗的投报中呢，他们现在成功在救出了十名大马公民，而这些人是被骗到柬埔寨还有缅甸的，也因为社交媒体上面的高薪聘请广告。 他们被吸引之后呢，成群结伴的，呃，给这个本地的中介就带到海外去，结果我才发现是一个骗局。张天赐说救出了十人，他们自己感到很失望的，因为当地的警方呃应该还说他是救出十人哦，他自己觉得还是很失望，因为其实当地的警方是可以救更多的受害者，但是。 当这些警察到了现场要救人的时候，发现那个受害者又被拐卖到别的地方，也因此更多受害者现在是跟他们当局失去联络了。其实我觉得很可怕，明明警方已经锁定，但是看这都没有办法救出来。那他有说到，受害者的年龄介于十四岁到四十岁，部分受害者是去年 M C U 期间呢就被拐到海外去。庄天赐他说，当局从上个月开始就接获始踪，要求家属缴付赎金，要赎回他们孩子的案件。 件，每一个人需要缴付五万令吉到十万令吉不等哦。那张天赐他就提醒家长，如果真的是接到勒索的短信还有这个电话的话呢，不要轻举妄动，也不要汇款给这些人，应该马上到警局去投报，让警方去介入调查。他同时也是呼吁大家不要再被这些社交媒体上的高薪招聘广告去欺骗了。他有透露，现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也是非常关注这个卖猪仔去到其他国家的事件了。那确实，我们知道很多人都要想办。 办法增加自己的收入，就是为了生活体面一些嘛。那以雪龙地区为一个例子哦，呃，要在这里过上体面的生活，你觉得月薪需要多少？ 呢，单身人士的话呢，可能需要至少二千五百七十六，至少二五七零啊！啊这不是我们随便说的，这是来自呃雇员工基金局，也就是 KWSP 和马来西亚大学社会福利研究中心的研究人员考量多个因素，比如说食物的开销、房贷、水电费、交通费、医疗储蓄等等。 估算出来的一个数目字，这个我的预算搬家弯固生活开销表说，就说以二零二一年来计算，有车。 居住在巴生河流域的单身人士，每个月至少需要二千五百七十令吉来付他们的生活开销。里面就包括了紧急开销一百四十令吉，社交活动开销一百五十令吉。那接着还有就是其他开销一百三十，储蓄给你一个呃两百五十令吉的储蓄。对，车贷大概还一个七百六十，食物开销呢五百八十，租房三百。 八十水电费九十另级，个人护理七十，外加一个医疗三十另级，总额加起来呢就是二千七五百七十另级了。那如果你没有办法再除去的话，可能这个就可以稍微少一些些了。这个是最基本的，给大家估算出来最基本的。<对>而且是雪龙必须单身,单身。如果你有车的话了哈。那这个报告呢有说到一对没有孩子的夫妻哦，呃，这个需要大约四千五百九十另级的月收入才能在巴生河流域过上体面。 面的生活，而如果有一名孩子的夫妻的话，月收入、家庭收入就要大约五千五百一十令吉。这个是雪龙地区。那因为呃，这个 KWSP 那边公布的这个表格那边，其实有列出了国内各个城市，啊，啊就是然后新山啊，<后>对,对,不,对不同情况需要大概多少的最低。 月收入才能够过得体面生活，你还有看这个数据的话呢，当然是可以去到啊这个 k w s P 的网站那边看一看了哈。OK，那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啊我们的政治人物有没有更好的策略去应付人民生活成本高涨的问题，这样子才不会让人家就是。 这边抓破脑袋的要去想办法赚钱了。<对>那这一个这样子的课题呢，来临的纳吉还有安华的辩论，就希望他们可以好好去讨论这一点了哈，帮助大家解决生活高涨的问题。公正党主席安华办公室和前首相纳吉办公室今天联合发表声明，就说他们两个人已经针对辩论地点达成协议，确定五月十二号晚上九点就会在大马旅游中心那一边展开辩论，到时候就会有电视还有社交媒体的直播。根据了解。 那这一项辩论原本是打算在马大东姑大礼堂举行，但是马大那边就拒绝了。是，那感觉全国大选脚步真的越来越近了哈，这个政治话题也越来越热烈。最近在吉兰丹和登嘉楼那边的乌统就表态，不会在来届大选跟一党合作。 对此呢，一党总秘书达基尤丁就乐观的说，还是有商量余地的。他也说，一党中央领导层还没有对乌统的表态做任何决定嘛。目前他们还是认为说，乌伊倡议的国民和谐还是最好的合作方程式。那目前一党这边看起来是坚守要国民和谐的一个合作概念。另一边，我们说西蒙的领袖部分呢，最近就提出了大帐篷的理念，希望去迎战大选。但是这个联盟里面的领袖有不认同的一派。 所以呢，双方好像陷入了一个拉锯。到底应不应该推行这个大帐篷的概念呢？时事评论员刘哲伟博士今天早上在早班的评论时，也有说到了这件事情。现在问题是你是要做还是不要做先？嗯、所以我我这个专栏的结论有三个：第一，先决定你要不要做；第二，你是想做，可是你是担心人，你的选民不愿意接受，还是你担心你的对手做土团党不能相信？嗯、如果你是前者的话，我之前所建议的就是做 M O U 二点零。 其实我必须澄清，我 M U 一点我是非常反对的。为什么我会建立 M U 二点零啊？M U 二点零，你做一个挑战，跟土团跟伊斯兰党全部，我们要支持反跳槽法，他们全部选民都愿意的，他们支持者都愿意的。如果这个 M U 二点零还会受到他们支持者的反感，因为你跟土团党合作，因为你跟伊斯兰党合作，就代表说你的支持者是很感性化去看东西，所以你不用想搭帐篷了。Oh. 你做什么理性化东西，即使是他们自己想要的东西，因为一党在那边，因为土团在那边都不能成事。 大帐篷更加不用想，但如果 M U 二点零他们愿意接受，就代表说你的选民没有问题，用理智去接受你们所做决定。嗯、所以之后你们要做的决定就是怎样理智化它。所以现在大帐篷又可以实现了。 但你又不能信他们哦，怎么办？不能信他们的话，想办法把法律推出。就是说，你不用信他，嗯、法律帮你令到他不能背叛你。嗯，比如说，你把他纳入进反跳槽法里面，就党不可以从联盟跳出来。或者你做法律说，给、okay, 现在全部政治的 contract、政治的 agreement 都是必须有法律效应。像我们现在你签的很多东西都是没有意思的嘛。s d s t a t u t o r y Declaration 今天你签 A，明天你可以签 B 啊，所以你还需要反跳槽法。嗯，同样的，如果你没有本事做一个法律，要推一个宪法。 出来，令到全部这些同业东西签的文件都受法律效应的话，诶，他要背叛你，他心里面很想背叛你，他都背叛不到。所以简单来说了，搭帐篷的概念：第一，你们是要赢还是不要赢还是不需要；第二，你们是担心你们的支持者还是担心你们的领袖；第三，你真的想做，而你觉得做土团他们不能相信，这样你不是应该把门关上，而是想办法解决那个问题。 其实对于这个课题呢，也是大家非常关注的哈。如果接下来呢有更多进展，就要留听啊、呃、留守九八八新闻线啦。那说到最近呢、啊，呃，华小这边、嗯、又有一些课题了，他们当局收到指示，要向四年级的家长发放问卷，问是不是同意在四年级的马来文科推行介绍找一次教学呢？对此。 董教总深表遗憾，也要求教育部取消这项每年都要问的举措，以避免再次引起不必要的争议。董教总说，过去两年的调查已经证明，绝大部分的华小家长都不接受现有这样的一个措施，就是四年级马来文课本介绍找一字的模式。而华教团体也多次表明了立场，因此认为当局没有必要再进行相关的调查。但啊、呃，就是他们说这个是不但是毫无意义的，也是在浪费资源呢、啊。 社区牵线。好了，开斋节的假期真的是进入尾声了。今天南北大道还是出现这个回程的车龙长长的。另外一方面，看到这个星期日之前不是跟你预告说，呃，就是有做宣传了，像伊斯曼沙比里还有内阁成员就会举办二零二二年的开斋节门户开放活动。这个活动预料会吸引五万到七万人去参与。 活动是从早上的十点一直去到下午四点，地点就是在布琼第十区的首相官邸拉曼斯阿瑞那一边，所以附近的居民呢可以去参与、马卡干一下。那公众呢去到那边一定要戴口罩，然后你要吃完这个东西之后呢，就是赶、呃、快戴上口罩，对对对对做好防疫，对对对积极一点哈。然后穿着也是要注意的哦。对，现在不给你自由，给你开心，但是你一定要尊重跟呃。 呃，怎么说？我就要自律了、啊，自律真的是，就好像现在就是给你放宽措施了，<对>但是如果确诊，一定一定要汇报。现在这个现在的话题引起大家很多人在讨论，就是说到凯里·讲到有一些人呢确诊了不通报，你是不是有发现身边有这样的情况？结果。 百分之八十四的朋友说是有的，另外百分之十六的是说没有，有的是说已经发生到数不尽了。我的这个眉毛都要皱起来了，两边 <Okay. S 2> 我真的没有办法想象到。为什么你不通报。啊、呃，有的人就是我刚留言有人讲说他肯留在家里不出来害人呢，就已经是感谢大家，就感谢上天，感谢家。拿凯里的一句话：<对>不要自私，好吗？各位，这个是我们现阶段呃。 必须适应的新常态、新的做法，你一定得要根据 SOP 了哈，这样才能够保护自己跟身边的人。包括接下来呢，母亲节也要到了，星期天是、呃、有一些庆祝活动的话，大家提前先做检测，然后来聚会，这样子比较好一些，保护一下身保護自己，保护你的爸爸妈妈。对，我是冠贤，我是香君，也提前祝大家母亲节快乐了。节目最后送给你徐佳莹这首歌《妈妈教会我》。